这个看过，就中间没看过吧。衣箱里头的木盒，这可能是放饰品里，就是大衣服箱里的小盒子。嗯，是里头放的都是玉，放饰品。这个就是那个年代的首饰，各种各样的玉。哦，这个可以哦，那个时候的水晶可是高贵玩意儿，值钱的很，透明的。哇，这水晶盘啊，管儿，这是正经的一个管儿，不缺口，所以不是玉珏。嗯，就是从带钩，为什么感觉有点像象鼻子？嗯，这是玉璧。书笔中以脸诗，玉璧属于藏玉哦，用来陪葬的玉。玉人儿。首饰的盒子，嗯，这里头放首饰的盒子反倒很一般，不精致，外面的大盒子很精致。